私信他，并无是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蓝的诱惑你等他，一堆废话愿意服吗？关注他，追看他，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不必怕，单踢隔着我跟他，封锁了吗？就放下。14天大概足以证实情商你会治理，何以将我消失，不再说起？谁知你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追过恨过期待有他，甚至慰问我，但你清清楚楚终止交往，他更快乐过。被退出惊讶什么？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未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理先，你应得更易过。你曾犯错，隔离有我，阻止你搞清楚。追看他，在荧幕里牵挂，通讯被限制吗？不必怕，单踢隔着我跟他，封锁了吗？就放下。14天大概足以证实情商你会自理，何以将我消失，不再说起？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，醉过喊过期待有他，甚至追是我，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，他更快乐过。你退出惊讶什么？谁想你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你提及我，每晚勉强全面离线，更有花的效果。你曾犯错，隔离了我，可惜搞清楚，懒理我被贱底，管他残忍到下世，会复制无情被废，退掉罪状，无苦不放低。明知我上传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。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，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，盲目爱痛着蹉跎，谁想我独来独往，大事大节你提及我，说句再见全面你先计有花的效果。为何犯错，隔离有我，该怎地搞清楚？私信他，便无视我好吗？中断联系了吗？